凤爪、排骨、鲜竹卷啊。饮茶是一种源自中国广州的粤式饮食，后来传播至到广东以至世界各地，成为广东文化的一大特色。广州人饮茶的习俗由来已久，在满清时期的饮茶场所分别有茶寮、茶馆、茶居以及茶楼四种。满清时期的茶楼是一种比较奢侈的饮宴，主要是服务消费能力比较高的满清官僚，而平民百姓普遍会在比较简陋的茶寮或者茶馆消费。而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清政府被推翻，比较昂贵的旧式茶楼因为失去了满清官僚的消费而没落，而比较便宜的茶馆和茶居在民国初期迅速发展成为了今时今日的粤式茶楼，成为了广州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悉尼这个国际城市，饮茶亦都成为了当地一种很受欢迎的饮食文化。无论是澳洲人抑或是华人，饮茶对于悉尼的所有人并不陌生。最主要就是将刚才讲的，就是将这些我们中国人的饮茶的这个独特的广东文化带进来澳洲，给外国人知道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常识，这样子。Nancy Chan 是悉尼金世界海鲜酒家的老板，他在饮食有关的行业已经工作了十年左右。由于 Nancy 有在国内饮茶以及在澳洲开茶楼的经验，对于两地的饮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咁咧，国内同呢地咧就有少少唔同，因为国内咧大部分咧即系佢哋而家咧就用嗰啲点心纸嚟点嘅，即系而家好兴呢个新潮流。但澳洲呢个咧就唔得嘅，因为我哋之前试过，因为澳洲咧呢、这个市场咧，佢就大家都系比较有时间性嘅，即系大家都系嗰段时间嚟，因为大家都安排得好嘅嘛。但你国内你一般茶楼比较多，你多选择。但澳洲咧茶楼咧，即系一个货就系一两个，所以全部就一时间一齐嚟，所以我哋就要拣翻台，即系全部逼埋一齐，所以就嗰个用纸点嘅咧就唔适合呢度。的而且确。在悉尼的茶楼仍然保留着推点心车的点餐方法，这种传统的方式反而在香港以及广东地区逐渐消失，由点心纸代替。阿中，特别是中国人，他们呢他知道他们就要吃什么了，他们可以嗱嗱声就点东西，但呢外国人呢，所以为什么要推车呢，就是这样，因为你车要推出来，他要看到什么，他懂得点什么吃，他们自己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车这样跑跑跑 around， 佢先会哦睇到呢样嘢先，我要食一样，我要食一样，系咁。点心嘅种类多不胜数，就算系一个地道嘅广东人都未必识得晒所有点心。不过有几种比较出名嘅点心，就连唔少澳洲人都认识。一般我哋咧茶楼咧就系讲有四大天王。邊四大天王咧？佢係黑狗啦，即係佢哋都識講噶啦，佢哋都識講黑狗啦、黑狗燒米啦、啊菠菜狗、韭菜狗啦，呢四大天王。中國人啦，唔管係邊個國家人都會中意食嘅，都會知道嘅，外國人都知道嘅。再加上一個蛋撻、A 撻嚇，一般係呢幾樣比較一禮拜佢哋個個都識嘅，就係呢幾樣嚇。靠四大天王加一大金剛就係咁咯嚇。我哋亦都喺街上訪問咗唔同嘅食客。他們都有類似的答案。飲茶最喜歡哪個菜式？最喜歡都是蝦餃、啊、鳳爪那些很common的燒賣、啊 I think I like the prawn dumplings. I really like the tea, but I also like the dim sum and the like duck. Probably the prawn dumplings. Prawn dumplings. Yeah.除了各式各样的点心之外，饮茶期间亦都有不同独特的习俗作为餐桌上的礼仪。首先，茶客会在点餐之前先用水或者茶冲洗碗筷，确保餐具的清洁。
不過有茶客就認為洗碗筷只是令到飲茶的時候心理上面覺得乾淨，並不代表不洗碗筷就不乾淨。另外，當人家幫自己斟茶的時候，要用食指和中指敲打台面幾下以作感謝。這個習俗是源自清朝的時候，乾隆皇帝和他的侍從微服出巡去飲茶，為免被其他平民發現，乾隆皇幫他的隨從斟茶，而隨從為了謝恩就用手指敲打台面，代表叩頭和謝禮。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習俗，就是當一壺茶斟完要加水的時候，要將茶壺的蓋打開並放到後方，侍應就會將茶壺拿走並且加水。這些習俗大部分廣東人都會在飲茶的時候遵守，亦是飲茶文化入面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就譬如就冇乜所謂，我就覺得度度都係差唔多嘅啫，嚇嚇。都係志在同朋友。係啊，志在係傾下偈嘅啫，我就冇話特別係咩。咁最主要嘅咧，有啲獨特咧就係話多識啲，即係啲一個作一個平台咯，一個平台可以多即係。識唔同嘅嗰個政界啊，各方面商界啊，各方面嘅嗰啲能量，你可以多識啲朋友咯。飲茶文化係一門博大精深嘅學問，希望大家對飲茶有更深入嘅了解之餘，亦都會同朋友或者屋企人積極嘗試世界唔同嘅美食。